大家好，我是宝海之鱼啊。今天我宣布一件事情呢、我准备要退休了。没错，我要退休了啊！哎呀，这个退休之后该干点啥呢？真的很让人愁啊。如果说大家像我一样，思考着以后退休之后要干点啥的话，那今天就可以来体验一下这一款游戏《退休模拟器》。顾名思义，就是来模拟以后退休的生活。我之前在 Steam 上就已经关注这个游戏了，不过现在游戏已经上线了，我第一时间来体验一下。嘿呦，这个大爷，这眼神呢，我的天哪！这两个大爷是看着前面那个三个小姐姐吗？啊，收藏。哦，这是成就吧？这是刚退休的时候的我吗？向生活低头，这是什么成就啊？我不是退休了吗？我退休之后干嘛还要向生活低头啊？这个超凡脱俗的成就是什么东西？退休之后出家当和尚了吗？嚯，我全都要啊！哇，看来退休生活感觉还是很丰富的呀。好了啊，那我们就开始新的游戏吧。本游戏由退休、非退休人员联合开发。这是我要办理退休的时候了啊！这么多人办理退休啊！我的天哪！听说明年开始要延迟退休了，今天最后一天不办就来不及了。你下班了，刚好轮到我就下班了，我还能不能退休了呀？不行，我今天必须要拿到退休证。这是要硬闯了是吧？敲门，开门呐、开门呐、我知道你在里面，别躲在里面不出声。哎，还真的是这种话呀！看来我跟游戏的那个开发组还挺有默契的。开了，开了，开了！一道圣光啊，终于有救了！哎呦，我的天哪！哇，这小姐姐，这退休办的值啊！这个，哦，哇塞，这小姐姐真的好看呢、我的天哪！哎，我都不知道，我刚刚都没有看着她说什么。他刚刚说什么来着？出生日期，那这是要写自己的出生月和日是吧？哦，我天哪，我是长这样子的吗？妨碍局，这是我的名字吗？杠精啊，从年轻杠到老啊。哎，其实我觉得交际花跟儒雅随和他们好像也蛮相近的呀，所以这两个只能选一个的吗？那我选择儒雅随和。体能的话那肯定要很多呀，没有体能你怎么玩呢、对不对？嘴炮来一点吧。拳脚的话感觉也是要加一点，万一跟别人打架打不过怎么办？好了，我觉得差不多就这样子可以了啊。开始，正式退休了。哎呀，小姐姐说扫一下二维码，这种时候怎么可能老实的去扫呢？哎呀，肯定要小姐姐帮帮我了，这码我扫不出来呀，小姐姐你帮帮我咯。1000元啊？什么鬼？怎么要花钱呢？哎呀，我还以为你帮我弄呢。哎呀，总之回来再说吧，退休了等于没退休一样的感觉啊。哦，这是我的家呀。哎呦，可算是把退休手续办妥了，接下来该干点啥呢？现在安排一个感兴趣的活动试试看。有什么活动吗？安排不同的活动会令各项属性有所成长，成为理想中的自己吧。我年轻的时候难道没有成为理想中的自己吗？等一下，右上角什么东西啊？怎么还有充值啊？颜控游戏充值，守护老年人的身心健康，60岁以上的用户不得超过0元，那就也就是说不能充钱了。钱都充不了，那还有什么意思呢？我觉得既然是退休第一天，那就要先把家里打扫干净，打扫卫生中。哎，怎么在厨房里面打扫的呀？哦，获得了一个成就，灵光乍现。哎呦，这谁？感情不和的老伴。哇哦，不错哎，年轻时候肯定是个大美人呢、哎呦，出息了，知道做家务了。这不明天元旦啊，迪茂他们过来吃饭。迪茂是谁呀？是孩子吗？贾清高的儿媳。大哥大嫂过年好，你是我的爷，我是你的儿。这好像是某一个抗日剧的一个梗吧。爷爷奶奶新年好。哎呀，啊，真乖，给你红包，给你红包。房迪茂啊，多大的人了还要红包啊？你挣那么多工资啊，就知道买游戏机，都不给我们红包啊？写什么呢？新年规划呀？还问我的新年规划是什么？哎呀，孙女你不知道啊，爷爷之前呢，受生活所累啊，一身的才华都被压抑住了，退休了正好释放啊。这是我的房间吗？哦，我的房间感觉还行，不大也不小。没有电视机的吗？只有电脑啊。等一下，而且还是我的频道的样子。嘿，上什么网站呢？这什么东西啊？抖虾。
Footbook 布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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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感觉有很多的视频可以看了啊。哎呀，这鱼的视频可真好看呢，气质加三呢，哈哈，真不错。买东西需要花钱，干各种东西都需要花钱的，果然就是近亲社会啊。为了达成自己的愿望，还是要需要些钱的。我不是有退休金吗？忙碌了一辈子，终于不用干活，也可以白领钱了。哎呦，什么呀？年轻的时候工资上交也就算了，老了之后退休金也要上交啊？猛猛上学要钱呢？那让他俩老两口去出钱，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？啊，你这找借口就想收我的钱吗你？看来退休金保不住了啊，怎么办呢？好在有一技之长，找点力所能及的工作。嘿嘿，老了还要工作呀？我不是退休了吗？为什么还要工作呀？这是要找工作了吗？怎么感觉这四样工作中，就是交通协管员可以增加声望跟心态呀？虽然说钱赚的少，要不先交通协管员吧，声望提高一下比较好。等我把声望提高了，老婆对我可能也刮目相看了。天气，这是狂风吗？沙尘暴啊！哎，怎么有消息？哎，我是有两部手机哦。谁呀？谁给我发的消息啊？儿子给我发的。这手机左上角还屏幕开裂的，那么真实的吗？找错人了。你有几个爸爸呀？我居然给儿子的备注是连机带顺皮。这儿子是有多遭人嫌呐？这什么话呀？儿子的同事结婚，不知道买什么，想问问过来人。那我是没结过婚，你的意思是这个吗？二婚。怎么还二婚呢？啊，二婚跟头婚不也差不多吗？这儿子讲的是什么东西啊？真的是很难沟通啊！哎呀，这退了休感觉也没啥意思呀，也不知道为什么一点都开心不起来。哎呀，这么一周又过去了，和上一周没什么区别啊！再这么下去，人都要有没有时间观念了呀？算了，反正也没想到有意思的，再看会儿电视吧。啊，看着看着就睡着了。嚯，嚯，哇哦，哦。哎，不是，等一下，他刚刚说什么？哎，我光注意，我这是在做梦吗？在梦中，我应该要寻求自己的人生目标。你要当旅行家呢，还是要当网络名人呢？还是要当传统武术大师？还是要当富豪呢？我个人觉得，这四条路线按照排序应该是这么排的：首先，做网络名人赚钱，赚了钱之后，你就可以去旅行了。当然了，你在旅行的过程中也可以当网络名人赚钱，哎，这两样是可以同时进行的。当钱赚到一定多的时候，自然而然就成为了富豪。当了富豪之后，我总感觉钱太多了，人生就失去目标了。那么最后呢，就自己开宗立派，当个武术大师。开宗立派肯定需要很多钱的嘛，那是需要富豪来支持的。那么既然这样的话呢，所以说我先选择网络名人吧，先当个网红再说啊，展现自己的魅力，让全世界都认识我。不过这网络名人有点奇怪呀，这怎么这么妖娆的感觉呢？两年时间里看看能否达成自己的心愿哦，还有时间限制的呀。嘿，还真的醒了。哎，这不黑人问号吗？这成就。哦，原来是个奇怪的梦啊，好像梦到了什么年轻的女子。从今天开始就要当网红了，当明星了啊。哎呀，这老婆还给我泼冷水呀、啊！原来我是要直播啊！直播间的名字叫做琼斯市民妨碍局，这名字也太土了吧！这是我的目标哦！天哪，要开始完成我的目标了，一共有六个阶段了，最终目标就是红遍全世界了吧？感觉有点难度啊！不过这个游戏好像是有四条心愿的啊，我先选择这一条心愿，下次的话再来试试其他的心愿。首先目标一。斩获一万个粉丝，说白了，在哪儿播和谁播，怎么播，这三点我要是拿捏住了，那离红也不远了。哎呦，我都不知道这三点呢，这游戏开发商还真的懂很多啊！以后我可要试试看了啊，这三点我要把握一下，看看真的能不能红起来。直播的话得有段子有梗啊，这样的话才有节目效果。平时日常活动就能积累素材，不过也是要专门做功课。人红是非多，肯定也有黑粉。黑粉能阻碍我获得更多的粉丝，哇、哦，必须要妥善应对啊！目前的话，这是有三个任务啊，数值都没达到，先进行两次闲聊活动吧。右下角还可以换心愿呢，日程安排闲聊，跟别人闲聊两次，和谁聊呢？怎么跟公园里的鸽子也能聊天呢？跟鸽子聊天，聊完天之后，我也是鸽子人了。到垃圾时，碰巧儿子和儿媳吵得正凶，怎么突然吵架了？
上普通学校不行吗？非得上重点学校呀、啊？这儿子硬气了吗？你再啰嗦我抽你哦！哎呦，那小子长能耐了呀，还敢打人呢！看来要好好教训一下儿子了。用什么方式呢？物理攻击还是法术攻击呢？哎，怎么刚好攻击的时候带又来电话了呀？哎，怎么了？是我，什么事？你快说！哦，第一次冲突来拨电话呀？你怎么知道我现在是要正规？你是偷窥我的吧？啊，你啊，这 APP 真的是……哦，我的天哪！你这还翻相册？你我还不能随便拍照了？好吧，你到底要说什么？你快讲！那如何取得胜利呢？卡牌是什么？有的对手比较害怕心态攻击，有的比较害怕健康攻击。哦，还用卡牌的玩法呀？卡牌出牌的顺序也会对战局有决定性的影响。好了，没有了，让我来试试吧。其实我个人觉得啊，物理攻击还是法术攻击比较强，供人心态那是最强的呀。比划比划了啊，来吧，战斗开始。这游戏的玩法怎么还这样子的呀？我觉得还是先灭视一下吧。来，攻击你，哈哈，回合结束先。对面在躁动了，哇，什么呀？你居然对你爹动手动脚，再灭视你，嘿嘿，你打的可真狠呢，你啊！打我没有关系，我笑一笑，哎，我的心态又恢复了。灭视你，再灭视你。把你心态搞崩了啊！哎呀，简单的嘛，臭小子不是老爹的对手。来吧来吧，开始我的第一场直播。直播地点，选择去外头直播吗？要不先在厨房直播吧，直播做菜吃播什么的也可以啊。直播风格那肯定是吸睛吧。就这样吧，先开播。哦，怎么感觉我看到有人说我是房孝子。直播结束了，嘿嘿。不错不错不错，距离两年之约还有23个月，本月退休金6000块，向老伴上交生活费，实际收入3700。不过他给了我200块钱，上个月的直播收益3块钱。啊，有人敲门，谁呀？哦，这还不如我家老婆子长得好看呢。哎呀，马姐呀，哎呀，我还以为谁呢。哦，老年大学呀。哦，这小姑娘长得也不错哟，有点呆萌的女孩子。哦，怎么又解锁一个新的人物？还是老年大学的校长？目前就我一个学生啊。啊？哎，你们这老年大学还真是受欢迎呢。老年大学下象棋，来学习一下下象棋吧。啊，我还以为是真的下象棋呢，原来就是这样搞一下是吧？啊，学习结束了，又有钱了。上个月直播收益855块钱，哇，上一次还是33块钱呢，这一次就855块钱了，哇，直播到后面完全不需要养老金了呀，老婆子给不给我钱都无所谓了，呵呵，气质到达，耶，哦，完成了，现在装备升级了吗？我的直播间已经获得了10000粉丝了，把自己的房间也改造了直播间，哇，这谁呀？经常穿得很清凉出门被母亲骂。知道大主播 Yuno 酱吗？就是你啊，网红都是他罩着的，怎么网络还有这一块说法的吗？什么规矩你定的啊？你定的你算数吗？切，还真的是什么都不懂啊，你这个人设可不怎么讨人喜欢哦。告诉你啊，在网络中生存首先要懂得怎么红，这是一个技巧，光是在镜头装傻充愣的一点功课都不做，怎么可能红呢？我不会还要拜他为老师吧？等10万级这个数量再来找他呀、啊。哼，10万还不是轻轻松松的吗？下一个好像都挺简单的呀。首先梳理人设啊，补光美颜，购买云台，快递小王吵起来了，怎么回事？快递员呢？这是个大夫，急诊大夫，怎么回事？你们两个养老钱该不该拿出来给孩子买房？就这个问题来讨论一下。正方代表是要给孩子买房，反方代表年轻人要自己买房，这可真是难选择呀。年轻人当然自己买房了啊，我支持反方。这什么破事都能吵起来啊！我支持刘大夫的观点，买什么房？年轻人就知道啃老啊！这啊，行，您这话说的我服气。哥，左下角是可以购物的，网上购买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到货，或者说实体店购买。购买什么呢？要买那么多地图啊！你看，
如果说选择旅游路线的话，要买很多地图呀。古光灯2800，加入购物车，付款，物流将在一回合后到达，那么就直接睡一觉就可以了哦。休息一下。快递到喽，还挺快的嘛。补光灯有了，有钱了，那就购物去呀，直接上街购物啊。哦，哎呀，可以，天哪，这谁呀？哇，竟然就能解锁一个人物啊，电波系少女啊。没有车的吗？哎，这边有车，来撞我呀，来撞我。我倒地，我，哦，这边还有药店。哦，等一下，有好多人哦，这又是谁啊？从来不说话的漂亮女孩。嘿，小伙子，你谁呀？被霸凌的中学生。游戏厅倒闭喽！长大了把这家店给盘下来啊，可以，好志向。哇，这鸡还挺大的呀。哦哦，这谁哟？单身母亲，哎，这不就是那个吗？嘿，原来是你呀！电器城应该有云台卖吧？啊、哦，有了有了有了，5000块钱，不过还是要买一个。耶，本阶段目标达成啦！哦，这是什么？绝望的美食家节目。转眼间，我的粉丝数到达了10万，就是那个什么 UNO 酱是吧？还关注了我。哇，他是个百万大 V 啊，他是吃播、啊、重拍了5次，这次的录播探店 Vlog 算是搞定了。原来是在拍视频啊，我还以为在直播呢。哎呀，现在要进行百万网红了，杀鸡儆猴啊，黑粉你敢说我的坏话，把你挂出来让粉丝喷死你。嗯，好像有什么事情发生了，出现了什么新的事件啊？广场舞事件，这老大妈来找我跳广场舞吗？公园跳广场舞就像感觉要打仗一样呢。没错，广场舞就是战争，轻视他的话就会被无情的干掉。哇，这怎么玩的这个？哦，我天哪，我还这样子的我。简单的嘛。哦呦呦呦呦呦呦呦，哇，太快了吧后面。好吧，不过我也知道怎么玩了，准备好了。简单，再来点刺激的呗。哦，怎么还有灯光啊？哎呀，简单啊，声望加100呀，我天哪，可以。表妹，他们家的提箱没有人帮忙照料，这是宠物的名字吗？啊，是小猫啊，叫提箱，在我们家寄养是吧？要不要养小猫？那肯定要啊。哎，小猫咪，哎呀哈，哎呀，你这直播挡着我撸猫了。哟，这不是我家的传家宝吗？怎么在这里呀、啊？传家宝的一半呢、啊？20000呢、啊？哇，8万块钱，我哪来那么多80000呢、啊？万一是假的怎么办、啊？给不给呀、啊、你？感觉受骗了，鉴宝节目，来来来来，鉴宝一下，鉴宝一下。究竟是真是假？应该是真的吧。鉴宝，我假的，假的也不能砸了吧？哦，我的天，比划比划啊，哼，鄙视你。鄙视你，鄙视你！哇，没事没事，不疼不疼，一点都不疼。来吧，来吧，先解决一个再说。回合结束。
最多就打我一拳，哈哈，我笑一笑，鄙视你，哎，胜利！电视里和保安大打出手，没想到我竟然沦为小丑。哦，哦，那我直播生涯怎么办？会受到影响吗？不应该买的。哎呀，上当受骗了！耶，第三阶段达成。哦，百万粉丝对我来说可真是个卓越的里程碑呀、啊！现在终于有影响力了，我现在是上台了吗？我受邀参加一场商业发布会啊，马上就要我上台讲话了。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哦，好的，好的。来，三二一，开始。哎，怎么办？忘词了。哎，那个，大家好，我是老房，台下没什么动静啊。不过有几位观众认出了我。哎，你们，你们都没有手机的吗？啊，从来不看直播的吗？嗯。哎呀，怎么不办？台本讲话呀，真是的，这老头忘记了导演讲什么，索性就满嘴跑火车了。没关系，虽然观众没有跟他互动，但是直播间的观众已经超过10万了，简直就是个直播天才。哎呀，只要有流量，黑红也是红啊！哇，这句话讲的是真的，可以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千万大 V 了，哇！为了网红继续努力。我的故事喜从天降，这是谁呀？退休欢庆会。好的好的，我一定去。哇、哦、投票选择社区代表，当然是投自己的啦。哈、嗯、哦哦哦哦，大家都投了我呀，莫名其妙的。这表情，我的天哪。黑白招啊，你在搞什么呀？怎么感觉中圈套了呀？这个是个大坑啊，我还沾沾自喜呢，现在我是什么小区的代言人了，我的天哪。什么情况？找我干什么呀？一个文件拆迁，文件的末尾确实写了自己的名字，但很明显不是我签的。有人要害我，感觉被坑了呀。谁呀？哟，还有人添加我为好友啊，这头像是什么鬼？你好，您是哪位？警告我不要参与此事。嗯，难道他是幕后黑手吗？什么意思？说清楚点。哎呀，还威胁呀、啊、完全没有感受到善意啊。嗯，哎呦，直接拉黑了，我的这谁呀到底？嗯，哎，给老婆发个勾勾，这是开始怀旧了呀。啊，早忘了。那年轻的时候不是挺没心没肺的吗？哈哈，好感度增加。哎呀，送个礼物吧，送个果汁给他。哎，可以了，给儿媳妇发一个。嘿嘿嘿嘿，儿媳妇的名字挺洋气的呀。顺华有空吗？耶、没空啊。好吧，来狗狗咖啡屋，感觉是要领养一只小狗狗了呀，有猫有狗。那是真的太棒了啊。哎呀，你看看咋处理这个狗狗咖啡屋嘛。哦，原来是狗狗咖啡屋里面养了好多狗，但是这几天都没有开门营业，闻到里面臭烘烘的。不是吧，把店关了把狗放里面。店主的朋友到了，再不过来这小狗都要死了。把小狗都放到宠物店里面，然后让人来领养啊。哎，那我也要领养了。哎呦，可以，小狗不错。哟，他们两个在玩呢。等一下，我发现这个商店里面好像可以买宠物啊，还可以买两个宠物啊，土拨鼠和鹦鹉啊，好像一共有四个宠物吧，猫狗鼠鸟。14000块，我现在有40000块，完全够的嘛，付款。哟，这猫还钻进箱子里啊，钻进我的快递箱呢，干嘛呢？哎呦，土拨鼠。哎，那个鹦鹉蛋。哎，这鹦鹉什么时候能孵化好呀？哎呀，搞了这么久，我的心愿终于是可以完成一个了。哎呀，终于完成了，天哪，好辛苦呀。哎呦，颁奖典礼喽，简直不敢相信，通过大量努力竟然超过了1000万粉丝。之前那个女主播说过，拥有这个量级粉丝数的人影响力已经不亚于一家电视台了。哎呀，
你也来参加盛会了呀？啊，那女主播夺过我手中的超级大 V 金奖盘跑了，追过去的时候绊了个大跟头。这人是有出洋相的才能的，真是个当网红的材料。哎呀，新的一年了，新的一年了，哇，我玩了这游戏玩了一年了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大家都快乐。哎呀，好像和什么人定下了两年之约，就是之前的那个做梦的时候选择的心愿路线呢。两年之约，现在还剩下最后一年了，能不能达成呢？哦天哪，近视了，我生病了，视力下降了，需要睡眠。哎呀，先睡眠一下吧。哎，还没睡好。哎，谁呀？谁按门铃了？开门还是不开啊？啊，肯定又是关于拆迁的来找我麻烦。不开不开。哎，可以了呀，千万大 V 的目标达成了，还是在近视眼的状态下。哦，等一下，不要这样子，我近视眼呢，这睡觉之后怎么视力还没恢复啊？误打误撞了，竟然收获了5000万粉丝，有多么恐怖的数字啊！原来有这么多人喜欢我，哇！我居然参加春晚了，我的天哪！上春晚了不得了啊！这个，哎呦我的天哪！那这个影响力和流量那是真的大呀！哎呦，主播老师也来了呀！希望小学哦，我还创办了希望小学啊！我应该是校长吧，房校长。我感觉这个主播老师在蹭我的流量啊！哎呀，是我近视眼了，我看不清了，真是的。耶，终极目标粉丝过亿了！哇，参加3次产品发布会，成为5次话题的直播，声望值要到达7亿级！哇，这怎么搞？这得玩到什么时候？哎呀，这视力终于恢复了呀！吃个蘑菇。哇，这精力值恢复的也太猛了吧！哎，怎么回事？这蘑菇有毒吧？中毒了，我生病了！我的天哪，糟糕了！我就医啊，就医就医吧！哎呦呦，怎么感觉要死了的样子？哎呀，痊愈了。哦，声望到达7级了，耶、yeah ！终极目标，我觉得马上就可以完成了，持有6万元。哇！终极目标完成了，获得了个成就，到达巅峰了。哇！我现在拥有了全网1亿的粉丝，可以说地球上已经几乎没有不知道我的地方了。不光是国人，有大量的外国人也在时刻关注我的一举一动，在我的直播间里观看我的日常生活。是因为粉丝过亿而特别激动吗？其实也不是的，我对于粉丝的数量其实也没有那么执着了。我已经不在乎粉丝的数量多寡，而更关注我自己的影响力，能为社会，能为这个世界带来什么。没错，我觉得这句话才是我选择成为网络红人的真正意义吧。按理说呢，我现在已经完美达成了自己的心愿，可是仍然感到有点心慌啊，就好像很远的地方有什么东西在呼唤我的内心想法似的。啊，想着想着就睡着了。哦，我回来了，我回来了。我大概是花了1年半的时间达成了这个目标，2年约定算是完成了。这什么东西啊？这分析什么呀？此低等生物将自己的文明评估为0.7级，连1级都没有。分析完毕，我已经发现了这个个体了。此星球上有超过1亿名个体正在关注它。分析此个体没有独特的特征，只是退休了而已。退休是什么意思？翻译意思为这个个体不再为社会劳动，同时享受社会的赡养。不出所料啊，是个没有进取心的劣等文明。哦，这外星人，我的天哪，这个。还帮这个外星人打开了我的直播间，点击关注按钮吗？感觉这个游戏是不是有什么彩蛋之类的？哟，做梦梦醒了，耶、yeah, ，完成了网络红人。看后面那些粉丝，哎呀，好疯狂的粉丝，外星人都来了，我的天哪！我这不会就是刚刚对话的那个外星人吧？网络名人心愿路线结束了，终于如愿达成了自己的梦想。哎呀，如果精力还有的话，要不要试试挑战其他的心愿呢？完成了，完成了。我看一下啊，说实话，我玩了6个小时了，在现实生活中，我玩了这个游戏玩了6个小时，在游戏里面玩了1年半，达成了网络红人这个心愿，获得了1亿多粉丝，太棒了！我的气质已经到了 S 级了。好了，这个游戏呢，时间我也玩的是超级超级久了呀。
在现实生活中我玩的也是真的够累了，玩了6个多小时了。哎呀，不过也不错了，辛苦了这么久，也是想给大家看一个完整的星月路线的。还有其他的3个星月路线我就不玩下去了，下次有机会的话再玩吧。不过这个游戏我觉得还是有一点是非常不错的，当你完成了一个心愿之后，那么以上所有的东西都是可以继承的，包括你的金钱状态数值都是可以继承的，很多东西我都可以直接完成。带着这些东西，我们就可以很容易的完成旅行家的心愿路线，为以后的富豪路线打下基础呀。那么最后开宗立派，名震天下，这太强了吧。这以后还有没有开放第5、第6个星月路线呢？期待期待啊。好了，那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